Hello，我是 SNG 成员蒋申。今天呢是5月的最后一天，于是，噔噔噔噔，我要来在线上看五月天的演唱会。然后我也邀请了我的小伙伴秦鱼，但是呢，他现在还是没有下来。对，他每一次都迟到，然后今天我看他几点到。行，然后呢，我还特地准备了荧光棒，你看我一个，然后给他也带了一个。准备好了，就等8点开始吧。哎，秦鱼同学现在终于到达战场了，离时那个正式开播还有4分钟。我四好准分时钟倒计时，我刚还说你迟到了，不知道你几点会下来呢？哎呦，我好准时呀！对，来拿好你的荧光棒吧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吗？不是，我今天强行变成了五月天的粉丝。对，到时候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唱歌，他那些歌你肯定都听过，然后就要我们要一起嗨起来，五月的最后一天，嗨起来！你看我今天还特地穿了 Stay Real，还有应该是这样的，你来看五月天，我来看你。不行，我要等他们出来的一刹那打开荧光棒。这个荧光棒是……蓝色，反正最主要就是蓝色，因为是蓝海，你知道吧？开始了吗？我不是很看得懂，这是开始了吗？让你一个人，然后还有 Oh my God，还有突然好想，就是。
青春的回忆。
这么快啊？不会吧？啊，不要吧！啊！五月天是怪兽之头怪佑玛莎阿信和你，和你。哎呦，被你这么一搞，搞得我都有点哽咽。那个字幕上面写等待你回来填满这里。好，五月天，五月天，真的没有蛋糕吗？啊不！拜，真的结束了，拜拜，下次再约五月天，要跟这边的朋友们，跟我们的朋友们拜拜拜拜拜拜。下次就是他跟我说要带我去现场看，被他今天搞的就是一开头观感极差，因为他一直在我旁边，但是后来被他的气氛带进去了。你到了现场，你也会变成这样。我们就期待一下好不好？你是期待我的真相打脸现场？对，就是我们记住现在你说的话，然后我们再等到下一次演唱会的时候看一下于江丹是怎么样的。没有，我都是后来被你气氛带进去了，搞得我都想哭了。所以而且我们下次就要听更多的歌。